大家好啊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挖机收到货是如何使用啊，如何使用的。首先我们找到一个挖机上的电池，还有这个是一个充电器啊，这个充电器是 USB 口的这种快充，那个把这个给它插上去，电池的这个白色的头啊跟那个充电器连接一下，插上去以后找一个自己家里边你的手机充电器啊，就可以 USB 口的就可以充啊。把这个拔掉，我们把这个电池是在这个位置的，看到没有，装电池的位置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有一个拧的一个东西啊，把它拧开，拧开以后把这个电池给它插上去，这个盖子给它盖上，那这会儿它灯它亮了是吧，啊，平时就是正常的话下边是有一个开关的，看到没有，开到 ON 是打开啊，这个开关 ON 是打开，打开以后这是我们的遥控器，遥控器打开啊，遥控器打开，说一下这个遥控器是装五号电池的啊，三节五号电池，你要去超市里边买一下。OK，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每个都是怎么操作的啊，那这个往前推落大臂，往回拉抬大臂啊，这个是仿真操作，跟真挖掘机操作方法一样啊，往左打放挖斗，往右打往左打收挖斗，往右打放挖斗，这个往前推，左边这个往前推伸小臂，往回拉收小臂，往左打左旋转，往右打右旋转，来，这两个是干嘛的？这四个是前进后退啊，前进后退，来大臂支起来，来，连贯动作也都可以做的，看到没有？连贯动作，拿起来 ，OK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